想起听和木老山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。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。一共是多少？刚才是六个，现在这个是八个，十四个啊。对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你没上班啊？你这不酒吧刚开业吗？我跟小双书记请了个假，回来帮帮你。你能忙啥呀？回上班。我留电话号了，有事儿我就回去了，离得这么近。真的啊？真的。我跟你说，别耽误工作啊。不能，表舅，我帮你干吧。你能干啥你？哎呀，拿来吧，我能干，不就是捋货吗？我还能不能干？啤酒十四箱，接着。表舅，你先回去呗，你在这儿我整不好。怕我呀？行，你整吧，考验你一次，我看能不能整好，整吧。行，放心吧。啊，嗨，放心办啊。来，大哥。哎。这些办完，剩下的就不要了。为啥呀？不是宋峰让我来送的吗？我表舅刚才跟我说，他这些买错了，他要退货。嗯，行，知道了。喂，平姐的叔。就海龙啊，平子龙啊，太有缘了，咱俩在哪都能看见。不是干啥来了？酒地啊，进酒来了，山庄酒卖没了吗？我现在没猜错的话，你现在车里边肯定是有酒。宋峰开个酒吧订错酒了，都给我退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嗯，我买酒，你卖酒，俩好嘎一行。行啊，那我给你送山庄去吧。成交。我们来呀，也是代表老哥几个，先跟领导商量商量。这不是你刘能叔这有病也躺下来，完了我们寻思就得帮他去康复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刘英也跟我们说了，这刘能呢还不想见我们面，咱也理解。他你看我们都活蹦乱跳的，你说他现在躺下来，那原先在下山那也是光棍人，号称小诸葛。你这突然你说这啥都不行，说话都不清楚了，所以说吧，他怕见面尴尬，就这事儿吧就不好办。我先跟领导咱都商量一嘴，是不是？你瞧着，关键时刻啊，还得看这个老哥们这个情感。谢谢广辉叔、宋叔。哎呀，这还能想着他，我真为我刘能叔感觉到幸福。广坤说这事儿呢，我比较赞成。不管咋地，刘能出这事儿呢。咱都是这些年的老哥们了，这我们就是在家他也待不住啊，就啥就什么想法，咱们都帮他恢复是咋整啊？但是咱也整不明白，所以说过来找你们来，咱们研究研究。宋叔，你别光忙活这边，你家里我李姨不是怀孕了吗？你得照顾她呀。别提了，怎么误诊了，没怀上啊？那瓜不给号脉说有了吗？还说小子呢？你可拉倒吧！他这一号脉说有，可把我折腾完了。这三个来月呀，你看，结果到医院一检查一拍片，没有，没怀上。你看，要不说这瓜二呀，他就耽误老事了。我这事儿咱就不提了啊，咱就赶紧咱研究研究，怎么帮刘能这怎么整？管坤叔、宋叔，听你们这么说呢，我非常感动。这样，你们需要我们村委会做什么？我们全力并且无条件的支持。
去儿啊。这儿呢，秋莲，秋莲，啊，快过来！咋了？这酒不对劲儿啊！咋不对了？少这么多的？不是，都在这儿了，都搬进来了。不对劲儿。那我看后边有没有？我找了没有？那你打个电话问问呗。喂，淘宝服务站吗？我是宋晓峰民宿啊，我这酒这个数目不对呀、啊，这咋少这么多呢？没少发呀，峰哥。接货的时候，唐大夫说你这啤酒买错了，就退了回来。唐大夫？对呀、啊，就诊所那唐大夫。他凭啥给我退啊？那我就不清楚了。退哪儿去了？退哪儿？你再给我拉回，那不就完事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峰哥，这酒让山庄给买了，卖山庄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回来的半路上遇见平底子了，他说山庄需要这些酒，我就给送山庄去了。要不你给唐大夫打电话再问问。好了，咋回事啊？多伦把这酒给我退了，完了遇见平底，平底拉山庄去了。妈，这啥意思啊？你问问多伦到底是咋回事。不接呀！我平底打一个。给我挂了。这啥意思啊？这是？这里边真有事儿，我怀疑他俩合起伙来挖坑，故意让我俩跳。哎呀，不能！那墩墩也不是那样孩子。什么玩意儿不能？他俩都不能，有人能。小双，你忙吗？忙。那你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今天真的特别忙，一水哥请假了，咱们改天再聊，行吗？那你肯定没吃饭吧？我给你买点饭吧。我不吃了。你这儿，你等我，我买点你愿意吃的。我说了我不吃了，金岩，我说我不吃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不宋先生吗？这什么风把你吹的呀？妈呀，这咋了？这是酒哪儿去了？什么酒？啥酒啊？你若悔改。回头是岸，你若执迷不悟，必定是苦海无边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不是，宋晓峰啊，就现在你说什么，我根本都没听明白，什么酒，啥玩意儿啊？能演戏的演员不一定是好演员，能装的，一定是孙子。宋晓峰，我告诉你啊，说话注意言辞啊！我在淘宝服务站订的酒，你们山庄给拉来了，给我拿出来。孙晓峰，我也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没有权利命令我啊！有证据吗？孙小姐，你忙什么？回来！你回来！过来！来，你过来！咋的了？平底子，我问你，那个酒是咋回事？酒我在淘宝服务站订的，还装是不是啊？唐墩墩都跟我说了，装啥呀你啊？我跟唐墩墩也不熟，你忙着，我走了。还跑是吧？哎，不是，宋晓峰，跑啊！来，你给我撒手，来，你给我撒手，不用碰他，和你有关系吗？怎么就没有关系啊？他是我们山庄的保安，我不允许你碰他。准确的说，是山庄的副总，请你把手拿开。我管你副总还啥总啊？把酒给我拿回来。不是我那酒都不给客人都订出去了，有两桌客人等喝酒呢。少跟我废话，酒痛快给我搬来拿回来。不是宋晓峰，你干啥呀？啊？
你这左三番右三番的，一番又一番的，你搁这闹啥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酒是我们真金白银买的，这瓶底子都回来了，这发票都开现成的，怎么什么玩意儿？我你的酒啊？啊！不是张同伟，你这么做有点太卑鄙了，你没感觉到你心里面有愧吗你？我愧啥呀？我告诉你，宋晓峰，我是正经八百做买卖，我堂堂正正我做人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像你，这一天游手好闲，这想一出是一出。哎呦我的妈，又开什么足疗店，又开什么这酒吧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懂得酒吧吗？啊，我再说句不好听的，连酒都看不住，你开什么酒吧呀？我自己的民宿，我想干啥就干啥，和你有一分钱关系吗？比你强，偷鸡摸狗，狼狈为奸啊，卑鄙无耻，龌龊至极。我告诉你什么叫商场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个，两倍的价钱把酒买走，回去开你酒吧；第二个选择，马上在我面前消失。平底子，搬酒去。等会儿，酒我不要了，行吗？你看我那酒吧能不能开起来？我那酒全都给狗喝了，留给狗喝。张总监，还得是你呀，真厉害。平底子，我说你多少遍了啊？你办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？我让你把这件事自己解决，你怎么上宋晓峰家去搬酒去了呢？不是，那是我管他们那要的。我告诉你啊，逼我这些没有用的，这件事董事长要怪罪下来，你自己承担啊。姐，有没有酒？有啊，白酒、啤酒、果酒都有啊，那没剩多少了。太好了。干啥呀？这头白脸的！我酒吧今晚开业，我订的酒让山庄张德维这帮犊子，他给我劫去了。那你生啥气呀？容易搬车上得了呗。不，是你的，我吧。你就吃这玩意儿啊？啊，糊弄糊得了呗。吃点肉啊？还非得有肉，我要是减肥呢。挺好吗？哎呀！妈，你慢点拿手啊！记我账上，吃肉吃。到啥时候还得我老弟向着我？必必须的。哎呀，激动了，你慢点儿。他把我酒劫没了，我看我能不能开业。小帅，饭给你买回来了，都是你爱吃的，赶紧吃肉吃。你看我不说了吗？我不吃了，而且你这么晚过来。别人路过看见了，到时候又误会了。啊，那我马上走，你把这吃了就行，与劳逸结合。啊，那我走了。一定要吃啊！你咋来了呢？你咋来了呢？我来给小双送饭呢。那就正好吃上饭，吃点水果。张龙伟，我怎么感觉你咋这么不要脸呢？啊，人大晚上的，人要工作，别打扰人家行不？不是，咱们那个，别说这个要不要脸的事儿，咱们说点正事儿。那个大夫咋说的？什么玩意儿？大夫咋说的？就是你的病情吗？张龙伟，我告诉你，我真去医院了，大夫说我没病。你去的是大医院吗？嗯。你自己去的？对呀、啊，咋的？你看啊，这一般呢，这个病人得了这个治不了的病呢，大夫呢都不直接跟病人说，都跟家属说。这大夫没跟你说，你完了。你说是人话吗？哎呀，这个禁烟要打人了啊！你等着，小双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啊，给你买点水果。我听见你俩说什么医院、大夫、家属啥的，咋回事啊？哦，那个大夫说他吧，心里有点阴暗。那个什么，不打扰你了啊，早点休息。
啤酒。老板，我也知道。哎，买单。哎，进来。哎，你买单了。老板，哎，两份干果哈。哎，稍等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小峰，收拾桌。哎，来了。慢走啊。哎，里边请，欢迎光临。啊，坐这儿。哎，欢迎，坐。先看一眼啊。稍等啊。胖子。哎呀。来了，红军啊！哎呀，先来，拿这干啥呀？开业大吉吗？哎，谢谢。哎，摆上意义挺好的，摆台嘛，这不是吗？对呀，太漂亮了这个。哎呀，看，爸。哎呀，谁给的？朋友给的。哎呀，坐，来，坐。起酒啊，干啥呢？坐。小子，起来了，好，啊，哥们来了，好，来，敬你一杯啊！哎呀，你是创始人呐，没有你的提议，我的酒吧根本就开不起来。来，开业大吉啊！谢。哎呀，还真挺好哈！啊，这人还真不少啊！捧场了，我都没想到啊！你这。不是，我就合计，峰哥，你这桌子凳子，你这装修，这是市里的酒吧，有个酒吧关门了，完了我这把桌椅板凳买来了，二手不便宜吗？哎呀妈呀！要我说你办事啊，效率就是高，但是你这也太快了。是我不光这快，嘎都快，性子急，说干啥事，雷厉风行。确实快啊。哎，咋的？你是不是看我哪块整的不好啊？哎呀，还行，还行啊。嗯，那咱们不能跟市里那个正经酒吧去比了。对，在农村来讲，咱这就不错了。那是，咱们花钱也少。对呀，慢慢来吧，哥。对，再说你这多快了，这太快了，给我整吓一跳。来。喂，墩墩呐，你几点了还没睡觉呢？二舅，你干嘛呢呀？我这准备睡觉了呗。有事儿啊？二舅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口腔溃疡好没呀？口腔溃疡？啥口腔溃疡？今天平底的叔不来了吗？他说你因为山庄酒卖没了，上火了，得的口腔溃疡。他说嘴里呲呲冒血。这家伙他可真能写，我还滋滋冒血。哎，你刚才说啥？说什么酒卖没了？哎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我都搞定了。我把我表舅新开的那个酒吧里的那些酒都让平底的叔运到山庄了。不是，谁让你俩这么干的呀？我自愿的呀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本来我这没啥事儿，我一听你跟我学这事儿，我可不要口腔溃疡了吗？二舅，你看我这不帮你呢吗？你帮我，你这不坑你表舅呢吗？你赶紧去找你表舅去，跟他解释这事儿，他不知道呢吧？他不知道。他在哪儿呢？在民宿呢。他酒吧刚开业，肯定在民宿呀。人家酒吧刚开业，然后你把人家酒给卖了，你这孩子，你瞅你，赶紧去啊！哦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这孩子。小峰，六瓶啤酒。哎，好，你坐吧啊。没事，六瓶啤酒。没有了。啊？卖没了。怎么这么快呢？都卖得好。小峰。啊？你快点，那桌着急要酒呢。酒卖没了。啊？老板，六瓶啤酒。哎，快，马上。
虎旭，你能弄酒吗？哥，这个点儿的不好弄了。这咋整？哎，小峰，你给姐打个电话问问呢。喂，姐啊，超市有酒吗？好了，超市酒卖没了，这咋整？谁顺风？哎，我出来卸货。啥呀？酒。喂，瞅啥呢？赶紧搬呐！谁送的油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在你家睡觉呢，打电话让往你这送吗？赶紧搬吧，哥，这是搬吧，客人还等着急了。这谁送的呢？这个，你还考虑这事干啥呀？赶紧搬得了。奇了怪了！又做梦了吧？啊！哎呀妈的，咋出这些汗呢，老伴儿啊？是不是做梦了？哎呀妈！来坐下，坐下，老婆，起来，老婆。我躺着。哎！哎呀妈！啊，咋的了，老头子？啊！哎呀，梦了。哎呀，又做梦了是吧？我梦见你，我走了。你改嫁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我改啥嫁呀，老伴儿啊？啊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谁要我呀？啊，这你不能改嫁啊！我嫁给谁去？谁能要我？我就碰见一个老头子，把你娶进来，给我气的，当时气的就受不了。那不是做梦吗，老伴儿啊？你醒醒啊！啊，这个世界。没有我比你对你好了呢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我不能嫁人啊。老伴儿，你放心啊，我这辈子哈，我就跟定你了啊。我谁也不嫁啊。咱别上火，你说你这样一上火，我咋整啊？啊，给医院呢，那红旭和我呀都折腾完了啊。你别总哭，老头子，行不行啊？咱不哭了啊。啊，听话啊。哎呀，人这一辈子呀，就像打麻将似的。你抓了一把牌不好，你能说推倒就不玩了吗？是不是老头子？咱不还得接着玩吗？对不对呀？对啊，再玩我就想，我这个麻将是不是倒圈了？倒啥圈呢？倒圈呢？啊，咱们还有希望呢吗？我续圈，再续八圈。行，老伴儿，你有这个决心啊？必须打八圈，你打半辈子，我就陪你打。行，啊。我要吃面条，一会儿你坐下啊，老头子啊，我现在就是一会儿我你坐下啊，我也不好使，我也就不得劲，别着急啊。说了吗？你那衣服啊，留着，妈有我，妈给你洗得了呗。你洗它干啥呀？没事，妈，我这也睡不着。你睡不着，睡不着，这都几点了啊？睡觉吧。没事，妈，一会儿就洗完了。你说你累一天了还不睡觉干啥呀？洗完我就睡着吧。睡觉去吧，妈。是不是你爹的
新裤袜子啥的吗？你看你跟你爹洗啥搁这孩子呀？妈来过来，要那啥，我棉我给洗，还用你洗啥呀？我这顺带我自己洗衣服，我看我爹那块有两双袜，我就给缩出来。你看用你洗啥玩意儿，孩子妈棉洗得了呗，快洗回去。别死巴了，我爹睡着了啊，一会儿就洗完了，好吗？你就哎呀，睡觉呀，这孩子这，睡觉。该说不说，红喜啊，自打你爸生病以来呀，你跑前跑后的没少忙活，妈谢谢你啊，儿子。妈，我是这家人，以后咱不说这话啊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吧，你爸呀哪一辈子修来这福，有你这么好儿子呀，我也替他欣慰。妈，你说啥呢？这都是应该做的，我。但是红旭呀，工作要紧呐，你不能从这儿待着呀。不是妈撵你，红旭啊，事业要紧，撵你回家吧啊。你爸这嘎呢，我伺候。没事，妈，我现在回去也没啥事儿。完了，我还惦记我爹这块儿，我这边伺候伺候，他还挺开心的。我姐那边也脱不开身子，还得带孩子，我姐吧得整花圃啥的。正好我没啥事儿，你放心吧，妈，啥事没有。等我爹痊愈了，他彻底好了，我还得帮我姐把这花圃弄起来。对，红旭啊，你要是干工作，妈非常支持你。快睡觉去吧啊！马上我就洗回来啊！快点，快点洗完睡觉吧啊！快走，快走！要说明我洗，这还非得洗啥洗？一会儿我就搓完了嘛，快点。哎，喂，青莲子，你和爸到家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没事儿，阿姨呀，干点活不累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挂了啊。站！长哥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心里没数吗？啊？酒呢？九九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给你买回来。现在已经不是酒的事了。你这孩子怎么吃里扒外呢？我没吃里扒外，我也是被骗了。平底的叔跟我说玩，就因为这事儿，他上老大火了。你在乎大个的感受，你就没在乎你表舅的感受，是不是啊？心态好吗？说心态好。是人吗你？我告诉你，唐东泽啊，从今以后你要再不好好工作，再和大个勾搭连环，别说我告你妈，让离开县城。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能不什么事都跟我妈说不？还犟嘴！你他不打死你今天！你哭啥呀？行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行，表舅不吓唬你的吗？我能打你吗？行了，别哭了，听话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了，表舅。表舅为你好。行了，别哭了。行了，回去吧。进来，董事长，找我事儿啊？
你俩没啥跟我解释的吗？咋的了，大总？咋的了？酒的事儿。啊，董事长，这个酒的事儿啊，刚才呢，我把平底子已经狠狠地批评一顿了，他呢也向我保证了，说从此以后呢，不会再犯这个同样的错误了。平底子，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啊？买不着酒了，上宋晓峰民宿去拿去了。你明知道我俩现在闹矛盾，你这不找事儿吗？不是大总，不是啥呀？还糊弄人小姑娘，说我口腔溃疡，哇哇喷血，我吃羊丁了。我合计我说严重点吧。啥严重啊？你咋不说你喷血呢？严重。董事长，你先别生气啊。这件事呢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这个平底是这么做呢，他也是为咱们山庄着想。虽然说他这个方式不太对，但是出发点还是好的嘛。你别替他说话，这是你让他干的？没有啊，董事长，我冲天发誓啊，就这件事从头到尾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张总监，你说我让你组建一个精英领导班子，你不能啥人都招啊，那不是所有保安都能当领导。董事长，你批评的对，但是这件事儿吧，你宋晓峰和小李他走的太着急了，根本就没给咱们找人时间。那啥意思？把宋晓峰再找回来啊？你俩别干了。董事长，我说句不好听的啊，宋晓峰在我眼里他根本就算不上人才，但是请你放心，我会用尽快的时间重新搭建一个领导班子，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。另外有，我也向你保证，从此以后这样的事儿不会再发生了。下不为例。我知道了。16啊，16了，来，加油，来。17、18、20、19，还差一个点，还差一个点，来，20。爹啊，我感觉呀，你现在能吃上点劲儿，实在不行，咱加点配送行不行？把这杆儿，这不行，暂时还来这杆儿吧。我看你现在有多大劲儿，爹啊！强多了。我看你这笔芯，这给我掰个脸，疼你吱声啊！这强多了，能吃上劲儿不，爹？行，那我撒手行不？你这轻轻扶着就行啊。行。你悠点啊，是不是钱多了？啊，这才几天呢，爹。那我跟你说，只要坚持锻炼，早晚就没事。太好了，爹。哎，这样是吧？哎，慢点啊，爹。哎，别，你看看，快进我屋来了，快扶我上床，快点，快点，上床干嘛？上，都用不着等了。你慢点，爹啊，快把这玩意儿都藏起来，快点，一点。配合我俩啊！行行行，哎呀，刘德纲啊，宋叔叔，怎么样啊，来看看你，师哥，哎，来看看你，师哥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你现在好点没有啊？上哪来了的？哎，刘德纲也来看看你，你赶紧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刘德纲，我呀来看看你，看你恢复怎么样了？说实话，对我呀是最惦记你了。就大哥气的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了。刘能，这回你听我说，你别喊啊，别生气。我怎么能气住你呢？好了，来了啊，你都来了哈。你这又吼啥呀？吼啊！不是哭啥呀？哥们见面，你说，你要说我气你，我给你道歉，给你赔礼道。你说我咋气你了？这个你扶我起来一下，不是就这样躺着吧？你别起来了，快好了，没事，你稍微让他扶。你看还挺灵，就这胳膊还有劲，这胳膊。我跟你说，我爸这个不好使了。什么事？笔芯，这天天笔芯就拿不开。但是我这块没事，没事。我那啥病呗。就个村委会出来哈，管过给我拽拽，拽着就气我，说我给赵氏当奴隶，
完了之后说我连家都没了。你别想那么多了。我当时气的这怎么来气回家嘎下就过来了，正当然气的。你赖人广坤干啥可你啊刘能。你什么话你别说了。行了没事你明白就行。没事我不跟你一样刘能。记住有什么困难你就吱声，广坤能做的全都办，你就放心。你别说话。魔怔了，张总监，救命啊！不咋的了，董事长。你赶紧给我出出招。是啥事啊？就感情方面的事。董事长啊，这感情这方面的事你还能信得着我呀？我都多失败了，我是最不擅长的。不是，但是你的事呢，我会尽量帮你。啥事啊？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完美的方法，既不伤害唐墩墩幼小的心灵，然后还能拒绝他。你要是拒绝了，那他肯定会受到伤害。那你说你这么多年，你老被人拒绝，你心里啥样你不知道吗？那太疼了。我不也一样吗？那现在这事儿就没法整了。那倒不是。要想解决呢，董事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对这个唐大夫到底啥感觉？他一个小孩，我对他能有啥感觉？我再大几岁，我都能当他爹了。那我个人认为，这件事呢，就得当机立断，实话实说，不能给他留念头，也不能给他留希望。直接说。不仅是直接说，是当面直接说。快到真了吗？太残忍了吧！还残忍？你练练时间长了，再跟他说，那更残忍。董事长，真的啊，如果你要不好意思说的话呢，我陪你去。那你得替我说话。我替你说话，没问题啊。走啊。走。走。快走，找乱房。阿姨，查完了，你这现在感觉咋样啊？好多了，回去记得按时吃药，多喝点水啊。好，那我就先不送你了啊。好，慢点啊，阿姨。呀，二舅，张总监，你俩咋来了？好，坐过来坐。来呀，过来坐呀。坐。二舅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吗？说呀，咋了？说呀。不是，唐大夫，那个你二舅啊，不是不舒服，他呢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啊，你俩好好唠唠吧，啊。哎，不是，拽我干啥呀？咋了，二舅？你说呀。你瞅我一说呀，快说呀，二舅。那个，唐大夫是咋回事呢？你二舅啊，有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事儿想跟你说，但是呢，一直呢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他今天终于鼓足了勇气，想把这件事儿当面告诉你。这回说吧。说呀，二舅。说呀，这搁家就怎么定的就怎么说，就实话实说呗。快说呀！说呀！说吧。你干啥呢？这是啊？这
搁家这不定好好的，就咋事就咋说，实话实说，这当机立断，你就说呗，你瞅我顶用吗？说话说呀，能不能说？快说二舅。说呀。我肚子疼。二舅，那我给你看看呀。不是，不是，没事，唐大夫，没事，肚子疼不是病，你先忙着啊。完了有什么有事情再找你啊。二舅。老爷，你吃点水果吧。等一会儿啊，老爷歇会儿啊。我跟你说，老爷有你俩呀，我就好的比老快了。哎呀，大婶放下吧，别老装累去。记住啊，老爷这一生有两个格言，啊，两不吃，一不吃药，二不吃亏儿。啊，现在药得吃了，亏儿肯定不吃。你就记住，以后不管长大了干啥事儿，咱不能吃亏儿，记住吗？记住了。问老爷一个，老爷，啊，赵董事长求见。赵总，哪个赵总啊？我爷。不是。老爷，你见呗，他带礼物来的。带礼物那行，让他进来吧。看着我大孙吗？就是得老爷的真传，对，老爷给你比个心，去吧，就让他来吧。爷爷，亲家，我那啥，我给你提了一台车，哎呀，表现不错，挺孝顺啊。别整了，是没用。你在孩子面前你说这个干啥呀？你每次这孩子上你这一来，我回去我都得掰一阵儿。你别给孩子带坏了。说啥话呢？你是什么孝顺呢？你咱俩闹笑归闹笑，别跟时间有点不好使，但这块肯定智商是没有问题的。是你智商现在比原来还快了。你这我到时候我给你换个电动的。哎呀，这。挺出血呀，你行，这爹，嗯，这轮椅不是我买的吗？咋的？那我买的不应该我拿吗？往哪拿呀？那往我老丈人那这儿拿呗。那咋这也不是你老丈人啊？他是你二叔啊？啥我二叔啊？我的意思是我买的轮椅应该我拿来。那你拿来算怎么回事啊？那谁拿不都是咱老丈人的吗？你怎拿这行了行了，你俩这干啥呢？这孝顺也抢啊。天上升起弯月牙，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。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那个红线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，今晚夜
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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